那佛在天宫啊，说魔说化影，就下生到南阎浮提，迦与罗国。那这个前面我们讲啊，藏教菩萨只见到佛道都在天，欲界的第四天，再下生到印度呢然后到菩提树下金刚座啊，要成道之前呢，魔来扰乱，佛用慈悲智慧啊来降服他跟通教菩萨所见的呢是在摩西陀罗天王宫呢。佛来说这个魔兽花经以后，才降生兜率天，然后到南阎浮提迦以罗国。那佛要下生之前到人间呢，先以这个五事观察因缘成熟了没？第一个，观察众生因度的根基是不是可以度了？第二，观察自己成佛的因缘已经成熟了。第三，观察哪一个国家为阎浮提的中心点？第四，观察哪一个种族为最为殊胜？那说观察印度，这个迦毗罗卫国那边那是在这个种族。那说印度呢，刹帝利种是王种。第五，观察谁堪做自己的父母？才下生呢，到南阎浮提南阎浮提我们前面讲他是肾经州他很好像金色的州那为什么到南阎浮提这个娑婆世界北俱卢州太快乐了那只有南阎浮提东西都不合，因为南阎浮提的众生他第一个放恨殊胜。他可以呢断淫欲，可以出生死。第二个，意念殊胜，他可以记忆不忘记，所以南阎浮提的众生，他可以修定，可以记诵。第三个，精进殊胜，精进南阎浮提众生他受苦他能够堪忍。所以他来堪忍的世界，他会在精进，所以他能够断淫修放恨，能够意念呢有这个力量，能够精进，所以可以修道，可以教导呢出凡入圣。所以他下生这个南阎浮提的迦以罗国他不到这个北俱卢州这个太享福了，你教也教不动，他也不听。所以迦以罗国是指这个迦毗罗卫国在印度的那个国家，那个国家的国王呢叫做呢这边讲净饭王为家，这是指呢这个白净饭王他为太子那迦毗罗卫国，迦以罗是指黄色。为什么叫迦以罗？是因为古代有黄色的仙人在这边修道，所以这个国家这个地方就是迦毗罗卫那古佛出世都是在这个地方，因为它是世界的中心点母名摩耶，复字白净，无名悉达。这边就讲出他的父母的名字。母名摩耶，复字白净。那父亲是白净饭王，他的意念洁白清净一切呢具足所以叫做白净饭王。梵语是叫月头坛，个性很仁慈。
那摩耶夫人呢？啊，摩耶啊，就是指这个摩诃摩耶，就是指大幻术，也有翻译成大智母、大智慧之母。她五百世为菩萨的母亲，相传啊，贤解千佛，她也是母亲。啊，大幻术就是以智幻法门啊为如来之母。那佛的太子的名字叫做悉达，悉达就是诸相吉祥，顿吉，一切意成，所有的吉祥瑞相顿时具足啊！他出生的时候，啊，他出生的时候，那一切意成，也就是世间事出的所有的义理，无不成就，无不了之，叫做悉达。七岁出家，三十成道，号无为释迦牟尼佛。那说你看这个合注啊，啊，我们没有你跟着看合注啊。那这个初岁七家，有如出家七岁，就倒过来啊，解释比较通啊，不是七岁啊，是呢他。后来呢已经出家了，修行七年，三十成道。佛出家七年后，到三十岁才成等正觉。三十岁的时候，十二月八号夜睹明星呢，成等正觉。那佛出家的年岁啊，说法不一样，有时候讲十九岁出家，有时候讲二十四、二十九。出家或是35岁成道，这个南传的说法、啊、有时候他们就讲35岁成道啊，29岁出家，那这些都是记载不一样，众生根器啊，啊佛来随机应化来可能不同啊，或是呢因为传写啊啊这些呢有一些变动，我们后代的人也不敢随便啊啊来更改传写，有些错误也好，或是漏掉，或是他们把它变了，那我们后代的人也不知道啊，所以也不敢变动，所以经文呢是这样子的，所以出家的年岁也不一样。那所以你看合注啊，我一大师在解释说啊，为出家时啊，先学不用处定，不久得证知非究竟。他学这个定啊，啊，就是不用一切处，不用什么所缘境，那定在这边。可是他后来知道这不是究竟，后来再跟。啊，一些老师啊，在学到呢，啊，色界、无色界，学到无色界的非想、非想处定最高的啊，第四最高的正得非想、非想处定呢，知其亦非究竟，也知道不究竟。后来又流行诸国啊，凡经一年，次更苦行到六年。到雪山呢啊，一麻一粒啊修苦恨，到最后呢也没有吃了啊，就变成皮包骨了啊，到最后啊，那个喝呢啊，觉得还是苦行还是不究竟，他又呢啊接受了啊这个牧羊女呢供养的饮食啊啊，再到菩提树下呢啊是证呢，无上菩提呢，才呢成等正觉。所以这时候到年三十才成等正觉呢，其此以前皆是体性虚空华光三昧中士。所以示现成佛已啊，名为从三昧出，即坐金刚华光王座啊，即妙光塔啊。所以这一段呢，是指佛的啊，在人间我们所看到的他修行的。
这个时间呐、啊，啊，有些讲十九岁出家就讲说游历五年呐、啊，啊，那这个再加六年苦行就十一年，十一年再十九岁，所以变成三十岁，这些都是供养不同的啊。记载呢啊，看到了不一样的啊。所以号为释迦牟尼佛，他的名号叫释迦牟尼佛。那这个名号也是指佛陀在过去行菩萨道时，第二阿僧祇已满啊，在莲花国遇到燃灯佛，买了五支莲花啊，供养佛，又呢啊。看到佛要走过啊，有泥土啊，他用头发铺地来迎接燃灯佛啊，希望呢燃灯佛为他啊开示受记。燃灯佛呢为啊这个菩萨受记说，你将来成佛号释迦牟尼佛。以前他过去世的时候呢，也遇见了古释迦，做陶师的时候遇见古释迦，也发愿呢跟这个古释迦的名号呢啊姓名一样，所以今日呢他成就的名号也是释迦牟尼佛。于极灭道场作金刚花光王座，乃至摩西所的天王宫，是其中次第十住处所说。这一段是示现成佛以后啊啊，他呢从三昧定中啊起呢来为大众说法啊。那他说啊，于极灭道场啊，坐金刚华光王座。那这个极灭道场，坐金刚华光王座啊，到最后呢，他就呢，乃至呢说呢啊，各种法了啊。即到妙光堂来说十四界海啊，次至第四空说十住啊啊等等呢啊，我们前面上卷呢讲的啊，就是那、这个，所以你看那个何住他讲啊啊，至妙光堂说十四界海，我们为这个要实性的菩萨。啊，前面讲的复遍历至刀立天、夜摩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初禅、二禅、三禅，乃至到四禅的摩西所罗天王宫，共有十个住处，说以十种法门，就是我们上卷呢啊前面说明过的。佛从这个三昧出了以后呢，他养成舍那佛的祖父啊。开始弘法了，先到天上啊，欲界天、色界天这样说法，说十种法门以后呢，说法已周，更为说欲，令之所披之机，能披之教，皆如放网，皆不出于心地法门也。说法以后，他又到人间，天上讲完了，再到人间啊，在人间呢，然后呢，再说法。一样在说这个心地法门，所以他更为说喻啊，就是要说这个比喻，说这个呢梵天王那个网罗床啊，说这个放网经啊，到人间我们就认识了啊，知道呢我这一段了。所以令之所加配的根基，还有能加配的教法，通通如放网一样，皆不出于心地法门也啊。那这个是这一段的那个大意啊，啊，我们来详细解释啊，啊，所以这一段呢，放网就是佛在这个天王宫说这个心地法门品的时候，时佛光珠大放天网的网罗床。那大放天网这边是指我们讲第四坛的。大自在天啊，我们说梵天王有两种嘛，一种就是色界初禅的
天王，他也叫梵天，因为到色界他就修梵恨了。那色界的最高的第四禅天，也是色界的都叫梵天王，但是色界第一禅初禅叫大梵天王，第四禅我们常常看到的第四禅天的大梵天王就指大自在天王。那一般来讲，我们讲色界初禅呢，他统这个娑婆世界啊，三千啊，娑婆世界，因为娑婆世界 是小千世啊，在这个小千世界之内，所以他是娑婆世界之主。那大自在天呢，他是认为我是三千世界啊，我是这个三，他不是三千世界，他是认为我是三界之主。三界之主啊，所以你们娑婆世界都是我所造我所生出来的，这在佛经里面都一直破斥啊啊。舍利佛呢，目犍连呢啊，他就会问这个大梵天王，那你怎么出生的？他就傻眼了，你说这些都是你变现的，那你怎么出生的？他顿时不能够回答啊，所以根本就不是你出生的啊。所以看到这个大梵天王，这边是指四禅天的，不是指初禅了，四禅的大梵天王啊，大自在天。他们呢，诸大梵天王不是只有一个梵天王呢，在三千大千世界呢啊，他有万亿天王现在都集合来听佛说法。所以这个那么多的天王呢，他们啊都有这个，他们呢梵天王他们都有这个珠床，宝珠的光床在他们呢 的身边啊，的头上啊，这个床啊在庄严他们啊。结果这么多的梵天王，这个珠王宝珠啊，互相互射互入，不相妨碍啊。那一个宝床就很多宝珠了，那么多的梵天王，所以他们珠珠相应啊啊，每一珠啊，它都会映现呢万亿的天王，万亿的天王，每一珠又不大一样，可是呢又互相会互融，珠珠里面又有，所以我们就像两面镜子啊，三面镜子，你看里面啊无穷无尽。那所以啊就比喻啊啊，说啊无量世界有如网孔，无量无边的世界就好像这样的网孔啊，每一个世界意义都不同啊，别异无量，世界的种种差别呢啊。那佛教门佛的说法教法也是一样不同，因为无量的世界就有无量不同的众生，那无量不同的众生根基不同，所以啊佛呢说的教法呢啊，也对这个不同的众生，他有不同的业感呐、啊，根基智慧啊。佛为度脱他们不同根基啊，就设立无量的法门，因病施药，所以叫做佛教门亦复如是。所以犹如房孔啊，一一世界各个不同，别亦无量啊。世界差别就是众生我们的业感呢，所以世界不一样。我们人的世界，你看跟鸟的世界，鸟看到的世界跟我们人的世界不一样，鱼看到的世界也不一样。同样一盆水啊，鱼看到的是它的王宫殿啊，人看到就是水啊，天上人看到是琉璃啊，世界都不一样，你所见所闻你所处的世界都不一样，因为我们众生的业感不一样，所以佛呢说法无量法门也不一样，因病与药。那现在呢，佛为了度众生又从天宫下生人间啊，所以这个
讲呢，说吾今来此世界八千返，为此娑婆世界啊，坐金刚华光王座，乃至摩西所罗天王宫，为世中一切大众虐开心地法门井品净啊。那佛呢，慈悲无尽啊，为了度我们这个凡夫痴暗的人啊，能够离苦得乐，往返娑婆世界八千世，无就是指释迦牟尼佛来到这个娑婆世界八千次啊，这个是指他来这边这个娑婆世界成就佛道八千次。我们先到了现在，我们这一次只看到，我们都没有看到了，我们只知道过去两千多年前佛成道而已，我们还没有看到，但是知道有佛出世。那他有八千次这样呢，这是特指这个成正觉之事啊。所以你看这个合注啊，合注先讲说，佛在这个极灭道场，就指菩提道场，菩提是智，极灭是理，由坐止处啊，以菩提之智来证入极灭啊的道理，万法因缘生，缘生性空啊，无自性啊啊，所以呢，灭一切的烦恼跟对立啊，跟呢啊执着啊，所以叫做菩提道场，一名人极灭道场，来此世界八千世者，特指是成正觉之事，他成就了啊无上正觉，就是成佛啦，来娑婆世界成佛的事情，我们每一个时代的众生看到的都只有一次，但事实上佛已经成佛了至少八千次以上了。非为其语化身，不是说佛化八千个化身在各地方成佛，不是，而是指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他就来八千世了，这娑婆世界呢成住坏空呢，你看几次了，佛还是再来，如玄义中所明啊啊。所以发引就讲啊，说呢佛悲愿宏深，度化无尽啊，我们应该要感念呢世尊的大慈大悲啊啊，这无量的世界呢他都来化度我们。所以这边呢，到这个坐金刚华光王座，这是指印度菩提伽耶的那个菩提树的金刚石座，就简略的是，就是到这边来成佛啊。乃至摩西所罗天王宫，为示一切大众虐开心地法门净啊。那摩西陀王就上面讲的，乃至呢，他这个到天上啊啊，开演这个三十心十地的法门，次第说就是我们上卷所讲的，或是呢到人间呢讲这个十众四十八清界，所以叫做虐开心地法门净啊，对无量无边的众生呢，他呢通通呢啊，按照他的根基啊来开显心地法门，无边的世界，无量的众生。所讲的法门其实都一样，都讲心地法门，有广有略，有种有别而已。所以也就是说，佛的教法不出于心地法门啊。那这边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心地法门品的一小部分而已。那佛的悲愿无尽啊啊，这个八千次往返，我们要了解啊啊，我们前面呢有说到这个藏教通教菩萨，就是不同根基的人看他不同，所以我们在法华经也
可以知道说啊，法华经人佛就讲啊，我时成佛以来，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那由他解。我们这一时代的众生啊，有时候以为佛是这一世才成佛，但是啊，从真实道理来看啊，从大圣经典的记载来看，佛实在久远劫来就成佛了。无量无边之前，无量无边百万亿阿那由他劫就成佛了。我常在此娑婆说法教化，亦于一处百千那由他阿僧祇国倒立众生。法华经讲呢，我常在这个娑婆世界呢说法教化众生。法华经讲八千次，就约不同的众生呢，让他体会。我们现在一想到八千次，你有时候就会觉得佛呢对于这个顿根的众生啊，顽劣的众生还是不舍离的啊。佛呢他讲无量义解呢，他随顺世间法呢，示现阎浮提出家成道啊。我们现在看到的呢，灭度啊，成佛啊，示现啊，在华严经讲啊，如来无身为众生故示现其身。如来无身为众生故才示现这个身。众生可以化度的因缘，他当然来起信化道修道，令他得度。所以诸佛大涅槃经讲啊，诸佛如来为令众生心乐故，是心乐故出现一事，欲令众生生念目故，是现涅槃。涅槃经讲呢，佛实不涅槃，而众生以为如来真实灭尽，要让众生啊来念目，要去好好修道啊。那要让众生呢能够欢喜呢，说有一个目标，我是这样修道的，我成就了。过去这个卢舍那佛呢，他也是这样来成就的啊。所以大家跟着我这样来修行，依教奉行，你也可以成就。所以在经论上呢，啊，一直在提到这一点。我们了知啊，一切众生都可以成就这个心地法门，都可以成就佛性，啊，都有可以成就呢，都可以开显我们的佛性呢，成就这个佛果位的话，我们就有一个目标了，否则我们就一直迷糊在这个娑婆世界。但是要去修行，要是按照呢佛说的道理持戒修定花卉去修行，否则我们知道了，哎，好像看起来佛讲的有道理可以成佛，我们没有修行，佛还是要再来教我们这个顿根的众生。佛来到八千次了，我们现在还没有开悟成就，我们有时候就要想想，表示我们是懈怠的。所以以前呢有一个故事啊，啊，你纵然知道了这件事情，你没有把它真的当作一回事，一样呢是这样子。有一个老和尚呢，他的一大堆信徒啊，要到这个菩提伽耶佛成就正觉的地方要去朝圣。老和尚说很高兴，哇，这些弟子啊终于向往要成道呢，要去呢拜见世尊的事迹啊，那好，
很高兴，就送他们一个梨子，说你呢去到圣地的时候啊，把这个梨子也去带去啊，到印度呢菩提伽耶带去呢供养呢世尊。他们就呢翻山越岭啊啊去朝圣呢啊，很辛苦呢，然后呢到了圣地非常高兴啊，然后呢就呢供养这个梨子呢，也供养了世尊，他们也带了很多花啊香啊。回来以后啊，再跟师父讲这个梨子呢，师父就说那这样就大家呢把它呢啊这个切切呢啊，大家分着吃了。这是呢从圣地呢供养回来的梨子。在吃的呢，老和尚就讲啊，奇怪，这个梨子呢还是一样的味道，都没有变。还没有去拜见圣地的时候还是这样的味道，回来了还是一样的味道。我们呢有些弟子呢就呢有点明白了，我们懂了佛经佛的开示的道理，有一个觉性，有一个涅槃，有一个无上菩提可以得证的目标，我们也向往去了，想要去研究了，想要去了解了。但是如果呢只是相信，只是听闻，或是只是呢这样的走马看花，我们就让这一生就是走马看花，哎，这佛教也不错，来出家也好，也不错。但是我们如果到最后啊，这个味道还是一样，我们这个不特伽罗凡夫的味道啊，还是凡夫的味道。没有修道人，或是没有呢啊，我们说呢，从实性味呢，没有一点力量转变那个味道，我们的身口意言语举止，那个味道都一样。学佛之前，学佛以后，身心没有改变多少，这时候我们就要反省了。纵使我们种了一点善根，我们又听闻佛法，但是啊，不改变我们的身心的这种觉受啊，一样这个成就的目标是很遥远的。8000次是多久的时间？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呢常常去想这件事情啊。所以在经典上呢，你看《法华经》啊，或是《涅槃经》呢，他讲这个道理呢，就是在开显我们啊，是真的有佛这种慈悲力呢在加持我们的，我们一定呢这一世啊不可以再空过啊，每一次都往呢啊这样方向呢去呢，才不会呢啊埋没了世尊的一番苦心啊。好，那这个简单呢就是说明这一段了 啊积佛的弘法。那这个是把上一卷的又稍微重复了一点啦 啊然后再到人间的啊。好，再看第二颗，
方明以戒色身。啊，看你们第三页。那我们到人间来呢，那这边呢讲心地法门的时候，先举出啊这个菩萨戒的重要来收摄所有众生要依教奉行。所以他就讲啊，复从天宫下至阎浮提菩提树下，为此地上一切众生凡夫痴暗之人，说我本卢舍那佛心地中，出发心中常所诵一切光明金刚宝戒，是一切佛本源，一切菩萨本源，佛性种子，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意识摄心，事情事心皆入佛性界中，当当常有因故，当当常住法身，如是十波罗提木刹出于世界，是法界是三世一切众生顶戴奉持。吾今为当为此大众重说无尽藏戒品，是一切众生戒本源自性清净。那这一段呢，这一颗啊，就说明了佛啊，他呢从天宫啊下生到人间呢，以这个十众四八清阶来摄受一切众生。前面呢，他是观梵天王的王孔为因啊，来略说这个心地法门。现在下生到人间呢，来受菩萨戒呢，就顿说过去佛所制的十众四八清阶了啊。所以他呢，我们看了这个文啊，所以他在那边讲啊。复从天宫下至阎浮提菩提树下，为此地上一切众生凡夫痴暗之人。那这个凡夫痴暗之人，就是指没有出三界叫做凡夫啊。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我们在阎浮提啊，这些众生呢，你还没有佛的开导啊，我们都是迷糊啊，啊，沉沦呢苦海当中啊。不知不觉啊，所以叫凡夫痴暗啊，他就为这些人呢啊来呢啊说明这个心地法门啊，我们呢烦恼复心慧眼未开啊啊叫做痴暗啊。那佛一开始讲呢，开示我们呢是依戒法来摄心。你才有办法障破慧开啊，超凡入圣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合注，说十慧既毕，随说戒品者，以此住行相地等一切为妙法门，虽人人本具，而沉迷日久。那现在要讲这个戒品，跟以前的不一样。以前呢，在天上讲不是讲这个啊，他有讲啊一些微妙的法门啊，分别说明对这个呢啊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的菩萨啊，他呢都说啊，有些呢分说总说了，那这些法门呢很微妙，那佛性的道理啊人人本具，但是呢沉迷日久。方作痴暗之地，何有得入？那我们凡夫呢更钝了，比天上的人更钝了，你怎么办法一下就欺入啊？然虽痴暗凡夫亦自有入门方便，但是佛还是有大智慧大方便可以让我们入的，只恐不发心的，只恐怕我们凡夫嘛不相信，相信以后不奉行，你奉行就会呢发心去修行了。只如卢舍那佛本意成为痴暗凡夫，但初始发心便受戒品，受戒之后便常诵喜，所以克证心地法门，直至成佛。所以他就举出啊这一段道理说啊，就好像卢舍那佛教我这个心地法门呢，
卢舍那佛以前也是赤烂的凡夫啊，可是他听闻呢啊，前佛又在跟他开示呢，他就开始发心受戒品，后来常诵习奉行啊，所以以后克证成就佛道啊，所以他下面呢就讲哎啊。他举出啊，说我本卢舍那佛心地中出发心，就是举出呢，本来卢舍那佛其实也是从凡夫修行的。那他刚开始修行呢，他了解这个心地法门以后啊，出发心就常常呢开始呢诵这一个戒，所以举出他有根据的，都是有传承的啊，佛佛呢一直相传下来。那这个戒呢叫做光明金刚宝戒，所以啊，你再看这个合注解释啊，说这个戒呢啊，只此一戒啊为最胜因缘，这个戒呢是最胜的因缘，让我们呢得入啊菩提大道，此戒是古先诸佛辗转相传，非是创立，是古佛一直传给我，不是我自己创的，一定你这样可以成就的啊！即是呢最上第一微妙之戒啊，啊，破诸黑暗名为光明，为什么叫做光明金刚宝业？因为它破黑暗，吹诸烦恼欲如金刚，广聚一切功德法财，所以叫做宝，又照一切法名为光明，这是指摄善法界，体是无漏名为金刚，这是指摄律一界也，计物利用名为宝，这是指摄众生界也，摄身界也。那这个光明又可以比喻啊，是指摄善法界，一切善我们都要修学，长养自身的功德，是指摄三法界，三聚境界当中啊。那体是无漏名为金刚，这指摄律一界，摄律一界我们要三业呢摄修清净，成就无漏的啊，无漏的业果，无漏就是不可破坏的，有漏就是有生有灭有违法，有违法一定会变坏，它是生灭变异的，无漏无违法它不会再变了，不可破坏，所以我们的身口意这样来摄修，到最后不会再变坏了，无漏那不会被破坏了，叫金刚，金刚呢不破，不会被一切所破，它能够破一切法，我们无漏就破一切有漏的烦恼啊，所以这个是呢金刚比喻我们的律仪，我们要这样去持守。然后呢这是指自利，在利他我们在计物利用，用所学的呢戒定慧帮助一切众生啊，用种种的方便善巧啊，布施爱与力行同事来呢帮助一切众生，也证入这个道理，所以叫做宝啊，让众生呢非常欢喜，他得到宝了，得到如意宝了，所以盖不为舍那由此成佛，举凡一切诸佛无不以此戒为本源啊。下面就讲呢这个是诸佛之本源啊，啊，这个卢舍那佛呢他所诵的这个一戒是光明金刚宝戒啊，这个宝戒是一切诸佛国海的本源，一切菩萨本源，就是一切菩萨因地的本源啊，这一戒呢就是一切众生呢啊皆有佛性，一切众生呢皆有佛性，都可以成就佛道的。所以合注这边讲啊，
这个一切菩萨都是以此界为本源，因为离开这个此界，则三十心十地法门就不能够成就，乃至佛地一切的功德也不能够成就啊，是佛性的种子，就是这个界本呢，是以正因佛性为种子啊。所谓知法起信论讲，知法性无染无故，随顺修行是了波罗蜜。这个佛性是本来具足的，不因为我们众生的烦恼杂染而染污的。那这样我们就会了解说，我现在虽然还是凡夫，可是我本有具足的佛性不会消灭，不会变坏的。这个信心跟承担力，所以这边讲知法性无染污故，这个信心跟承担力，我们就知道说不用怕说我们修行啊，遇到困难有挫折，或是退缩了，或是以后呢犯戒了又在轮回了，那怎么办？我受戒了，或是我这样听了我又造恶了，那这样我不要受，我害怕呢？不用害怕，不用退缩。为什么？因为你从来不可能染污这个佛性，只要我们呢一点一滴累积，随顺修行施罗波罗蜜，随顺修行施罗，到最后一定会成就波罗蜜。波罗蜜就是成就了，具足了，息地了，到彼岸了。所以这个呢是呢一个正因，就是它本来就有了，本来具足了，本来就是具足了。要让我们众生了解这个道理啊。那所以这个体性啊，我们能够有大智慧啦，悟这个体性呢，就可以知道他为什么讲本具的佛性了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佛性的种子在我们啊众生当中啊。下面讲说，而原了佛性又以此界为种子，原因佛性，了因佛性啊。那你知道本具的佛性还不够啊，还要呢起修，然后呢把我们的烦恼呢把它呢断掉，这样才有办法成就。就好像呢金子它是藏在矿沙里面，我们说如来藏嘛，如来的佛性啊藏在我们众生心当中，所以金矿你要去提炼，要去把它呢提炼，要修戒定慧，才有办法呢金子呢会提炼出来，否则它就是看不到了。所以要提炼要磨练的时候，此戒为种子，你要圆这个戒。所以涅盘经讲，所谓一切众生虽有佛性，要因持戒然后乃见，因见佛性乃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如果你没有开始起修，以这个持戒刚开始的力量啊，然后呢能够呢修定花卉，断这个有漏的烦恼，你没办法见到佛性，没办法成就佛道啊。所以这一段呢就是讲我们起惑造业啊，凡夫的起惑造业要先呢啊，从呢戒法先把它隔断，看到我在起惑造业，先把它隔断，然后呢再把这个业的生灭啊，把它呢用智慧呢把它顿息，顿息这个生灭法。所以这边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
而且啊，这个戒是我们菩萨的本源，所以下面讲了一切意识、色心、事情、事心皆入佛性见中。那这个下面这一句呢，下一次再讲了啊。先讲到戒呢，它是我们呢啊这个众生的最根本入门的方便啊。我们凡夫呢没有这样呢去呢对治这个杂染是没办法的啊。好，我们的时间到，向下文长，不以来自回向。